好，主观众持续带你来关心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的大姑和他的先生卷入了诈骗案事件，延烧多日。徐巧芯呢，每次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说法呢，却是一变再变，加上有许多的爆料指出，昨天民进党的立委黄捷就批评了，依照过去徐巧芯对别人检视的标准，那他们家应该就是诈骗世家，应该要下台。对此呢，这个徐巧芯就回应了，他说黄捷是脑袋有问题，还说他逻辑有问题。第一时间，黄捷限期24小时要徐巧芯来道歉，不然就将要来开告。没有想到呢，徐巧芯在脸书上反呛，他说他绝对不会跟黄捷道歉，要告就去告。今天上午呢，黄捷有最新的说法，马上带来听。应该说徐巧芯好像还是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他还是没有不愿意认错。他其实要认错的是两件事啦，就是他对于这整个家人设诈欺的案件啊，他第一时间选择的是说谎。那现在我们也不断的发现他在打脸自己之后他才改口，所以这么爱骗人这么爱说谎的一个政治人物，难道不用道歉吗？那第二个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但是却不断的爆粗口，然后对人进行人身攻击，这是我们乐见的一个政治人物的表率吗？所以我是希望他针对这两件事情一定要道歉，而不是遇到事情了就用对别人人身攻击，然后来转移焦点。所以今天黄捷表示呢，徐巧芯呢昨天受访时候不断的爆粗口，这根本不应该是一个公众人物应该有的言行。他表示，既然徐巧芯不愿意道歉的话，今天呢他就会委任这个团队的部分来提告。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